年轻。哇，你真年轻啊！啊？聊天。不在棚子灯开了呢，你蹦上去了，运动，你是不是天天运动？天。哦。就来运动。这就来了。我4:30-5:00之前肯定到了。在这儿啊，锻炼呢。对啊。啊。哇，你看精神更旺，脸色、气色。一个老头，一个老头也80多。哈哈哈。大个，天天早上，天天。妈，还有90多岁的。90多岁人好多。那老头骑自行车就是旅行的。哇，这挺溜达的。90岁，今年91了吗？你们这服装挺漂亮的。哎呀，就是挺好看的。